氛就会越不一样。张军的进攻，高林的封网，有点勉强。高林的后场，印尼队的防守确实还是相当不错。对，杀，漂亮！印尼下的防守也很好，我们看到两个队这打得都不错。那么其实还是对，要用一些落点的变化，对，后场和前场球长短结合来调动对方。打球啊，做一些调动，对，这一拍相当多的来回，对，打了30几个来回，危险，好球，好球，